被逼了吗？不是的。啊，你是心甘情愿被逼的。还有。啊，还有。爬就爬啊。啊，爬就爬，很无奈的样子哎。啊，今晚体力 OK 哦。OK 啊。啊。还有。哦，安开几班就过达的吼。啊。哎，少年弟。啊，我就跳。今晚都跳嘞。想唱想唱吗？有。啊。我行较慢的啊，然后行手机吗？你讲六点七啊？七点八。啊，七点八。对哦，对哦，对哦，对哦。系啊。啊，小马速度会太快了。哎，可以再慢一点呐。可以再慢一点。啊，大师你觉得呢？越慢是越好。哦、好 ，OK OK， 黄金力量，黄金血税啊，太轻了嘛，马赛啊，毛病啊。就是、对啊，你想早回去嘛，太轻。对啊，我手电筒炸来，我无用啊，袂用的。啊？手电筒炸来，我无用啊，袂用的啊。我搁炸，我嘛炸手电筒，我知。你搁炸啥了？我知这一定是摸黑下山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在二点四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四号桥。好，这是四号桥的，四号桥有一个小溪流，往前面走。好，他要开始攀爬之前，要一连串的抖上了，来先。留个话吧，小马，你现在有什么心情？不不，稍微有点紧张，有点紧张，还有想要大便，想大便呀、啊，好，你如果说那个刚刚有一包卫生纸，你不讲那么大包就给你拿走。我是有带的，你是有带呀、啊？哎，汤姆 ，OK 吗 ？OK OK， 现在 OK 哈、哦、，OK OK， 好，待会你等你快死了再帮你录一段。鸽子呢？OK 啊 ，OK 啊，冲啊，冲哦，还好，阿正姐还好吗？还可以哦，好了，来，咱来冲啊、哦，好、欸哦。啊，你别，哎、欸，阿哪？他那个谁啊？他不是要那个，先给他那个、啊。谁？现在我们为你介绍的是小马，小马现在的斗上第20公尺，好，拉绳。哎，小马，打个招呼吧。啊，而且你讲爬上坡是你的专长。上坡是我的专长啊。啊，不理解吗？慢慢来。哈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慢慢来啊。好，正前加油啊，慢慢来，马进。有阳光了、哦、上面有阳光，已经爬到 3.5K 了，小马陡上，一路陡上 3.5K， 前面干笑干，绝无人场，绝无人场，哈哈，气急哦，赞赞哦， 3.5K 哦，哎，三姐哦，赞哦，哎，大师嗨，写 3.5K 哦，大师命哦，哦鹿甲寻寻逆鳞哟！啊，鹿甲寻逆鳞哟！喏，它甲银杏，银杏哟，神经有用，摸很有用哟。哎、欸，好了好了，跟背肌有关系吗？啊？哎、欸、呀，克制！今晚安怎 ？OK 哦。我排。我问你配包，你排好冇？好。你咪讲 OK。这个可以加好啊。冇，这个，来，三点五 K 休息一下啊、哦。脚趾要疼啊！来。好来。脚趾。哎呀哦，水果来开下看卖者，什么水果啊？红来，红来，卡玛多，卡玛多，好来，番茄，啊，红来，好，啊，很硬，啊，那现在你的专长是什么？上坡，上坡慢慢的，上坡用慢慢的用脚的上坡，专长。啊，这是你的专长。啊？你的专长？专长？冲啊！冲！放屁啊！
海拔高度来看一下，海拔高度看一下，现在我们的高度是2710公尺，好，然后现在时间是好快11点了，好，那个我们大概是5点半出发的，好，然后后面呢，后面还有那个汤姆跟杨忠义跟小马，哎，那个上坡高手啊。上坡高手不见了，对对，啊，正在慢慢行进中。哎，好，那我们要先上去那个煮饭，好，我们带压力过来，我们带跟客子先下去煮饭。好，没问题。现在我们到达的位置是赛良九营地，好，这边呢风景还不错哦，但是可惜没有水源。对，这边没有水源，你要背水上来。看起来，还不错啦，下次可以来这边录一下。然后我们的山，我们距离目标大概还有2公里，在云的那一端，哎，看不到的。好，继续加油。现在位置在大概接近3000公尺，还有大概400公尺，我们现在距离。那个峰顶大概还有1公里，来，小马，哎，你经过这一连串的陡坡，哦，现在想法是什么样子？刚刚几乎就快要崩溃，崩溃，想要放弃的，放弃？啊，你不是上坡高手吗？那是刚刚是讲，讲什么啦？你要放弃？没有啦，好了，那个先别了。你卡就紧了。刚刚本来要放弃。嗯。哦，不我懂。你不能放弃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又想到。下次又再来一次。下次再来。走更远。再重走一次，更。更干。更干，哎。不要坚持下去，不要像那个什么小玉啊，那个什么小霸啊，剩一点点而已，放弃，剩100公尺放弃，然后，哎，怎么样？各自。今晚呢？我是好想睡觉。好睡，阿丽都点没？还好。跟刚中间无？哦。嗯。过来第二届啊。这甲河湾西北避开相关。就有拼命，拼命吧。有拼命了。啊。啊。哎。这有的拼啊！有的拼啊！保持微笑一下，保持微笑一下，录影中。这边也在录影啊。我们也在录影啊。哎呀，大志。哎。那你现在什么看法来？发表一下。啊！发表一下，发表一下！哦，我快挂掉了。你现在快挂掉了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我拉肚子啊！你拉肚子？哎呀，你知道你为什么拉吗？因为，因为那个你没有放屁，因为高山哦，你要把那你的你肚子的气体会越来越多，有你要放屁，会把屁给它放掉，压力太大，屁放不出来。放掉以后你就不会肚子痛了。哦，哎，哦，这蓝色好水耶。好了，待会吃饭哦。我们煮的东西差不多了。今天的午餐。那个，我的位置现在是在距离，自家羊大山，大概剩下800公尺。好，目前只剩我一个人。第一个游胜险，好，在4公里的时候就
身体不好，就先回山下了。那、啊、后来现在后面有三位，分别是小马、啊、汤姆还有柯志。柯志刚刚他抓腿抽筋，小马 前面多久腿也抽筋，那个汤姆他说肚子痛，不知道他上去是不是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没关系，就算剩下我一个人，我就代表吧。现在距离目标剩300公尺，我们现在看到哈，由于我们时间拖得太长了，所以现在下午哈云雾已经上来，好，应该看到这个待会很快就会云雾一片笼罩起来，好，这个对面的环山部落也都快要消失掉了，好，然后这边我们要看那边那些小房子呢，那是给登山客用的紧急避难山屋。这个最近避难山屋距离峰顶太近了，所以应该比较少人去居住它。好，现在我们即将抵达自家羊大山三角点，自家羊山。好、哦。三角点就是这里，自家羊，哇，太棒了！我们现在要，现在是8.2公里啊，现在图标不是8.2公里，我们现在即将到达的是那个自家羊大山的最高点。好，刚才那个是三角点，好，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大山的最高点。距离几公尺呢？距离原三角点大概只有400公尺。来，天上哦，山上哦，天气变化太快，你可以看到现在都已经是云雾一片了。好，再来，今天我最后的最远的旅程就到这里了。好，就是这里。这里就是自家羊大山最高点，看起来普通普通，哎呀，好，好，我们终于到达了。好，历尽千辛万苦，我们终于到达。哎，这叫什么山啊？啊，自家羊。自家羊。哦，自家羊。哎，坐一下了。哎，对，那个，现在我们在的位置是那个3289公尺的三角点。哦，往上还有一个更高的，大概在500公尺。哦，现在天气不好，那个云雾很大。这座山有没有非常好爬？对，我觉得身为台湾人应该要来爬一次。大师你觉得呢？你为什么喘不气啊？喘不过气？大概就爬这么一次而已。爬啊？我也是，你爬，你只爬这么一次。哎，我也只骗这么一次的、啊。哎，我们总共出发时有5个人，哦，
那现在那个，我们昨天晚上十一点半，我从龙潭出发，开车一直到现在，开夜车到登山口就开始爬，然后那个大概在4K 的时候，那个圣贤身体不适就先下山，然后剩下来接下来就是，因为开始换那个，现在那个就增加了小马、特制、汤姆还有我帮我们一起爬，要爬自家羊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到自家羊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特制跟小马还没看到。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，大师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来？应该会。真的吗？会。我们要打赌好不好？好。这样，你觉得他们会来？会。我相信小马跟克子。那我们要在这边等吗？不要。好吧，这一次上来纯粹是凭着毅力跟耐力。我礼拜二就开始拉肚子。拉到现在还在拉。这种人生体验也是不错啦。是这样，大山。以前你要上雪山就要从走这一条，现在比较幸福了，现在走雪东线，就是从那个雪山登山口山，七卡山中。我的第七座百岳。我这是第几座？第七座。我第三十哟。我忘记了。第三十啊。对。那完百还很远很远。对对对对，这个。像这种山哦，独立山哦，这一个一个慢慢给它捡起来。可是这独立山不好捡。就是一路捏到。捏到。陡上。刚才不是说很好爬吗？大家推荐大家一定要来的吗？不过下去就轻松了。对对对，待会下去用滚的，应该。不像合欢西峰。对。合欢西峰它确实是没有讨到便宜。认识我们的朋友，请。请放下你们所有的手边事情，马上开始来跟我们一起爬山吧。OK， 来，哇，我们千辛万苦终于等到克制了，赞了赞了。小马呢？在后面。小马也来了，哎呀，水啊水啊水啊！来，煮咖啡。这两个起来跟煮咖啡庆祝一下，鸽子，现在攻顶了，来说说你的感想吧。爽，真的爽。那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峰顶，最上面是才是还有500公尺。那你不是说还爽？我让你更爽啊！不要。起点就在这里了。好，恭喜小马终于攻顶了，行吗？发表一下感想啊，自家人大山，赶羚羊啊！你说这座山可以赶羚羊就对了。对，五座店吗？如果西北风，很机车，那这一座就是赶羚羊啊！你老实，所以这是我的感想啊！你最后面是怎？我喜欢你外盖啊呢？你是靠什么上来？最后想想还是要上来比较划得来，还是要来赶羚羊一下。来抢救员，抢救员，碧豪姐，搞，不简单哦。我希望你袂来啊，我两个拢已经喘到要落山呢。来，等一杯咖啡给你啦。不好，安怎？食饭嘛拢不好。你食饭不靠来？哇！所以你这次透支比较严重，还是西北风？西北风还好。西北风还好，没有这次严重。西北风是因为较久都袂记吧。西北风是水。是水。这次不是水。就是，没有体力爬不上来。有啊，你还是爬上来了。不要干。没有。好了，上肩，准备回家了。